锯就看起来比较厚实，那你就按下去，比较扁侧刷回来，然后这里比较直，比较中锋，挑上去，点膨胀而饱满，挑上去非常的挺进，撇靠得非常紧凑，点略带一下哦，它这里有稍微带一下，然后锯上面这个刷下来以后带回来，再点，然后这个刷下去以后带回来。一竖，啊，撇过来以后，再拉动拉长长的后面，稍微抽肩往下压，锯，